对罗侯友谊两人久违同框，侯友谊没对四大工作表态，媒体紧盯两人感情是否？要紧，好，谢谢。我们又不是最近，我们也都有通电话跟常常聊哈。两人简短聊聊天，但就座位安排在中间走道的左右两侧，形成最遥远的距离。在野党有在野党的天职。 我们必须跟民众站在一起，我们不跟民众站在一起，谁跟民众站在一起？执行辛苦了，我们都用更大的包容跟体谅来看待这些事情。本来住公投倒数计时，蓝绿把握最后时间冲刺，民进党南部四位首长一片合体催票，国民党出动蚂蚁雄兵，战车扫街拼选情。四个都同意，台湾更美丽。公投过关，门槛出炉，这次投票人数为1980万人，过关门槛得要1/4，也就是490万6300人。同一票数大于不同意即可过关。至于选票也以颜色区分，像是白色是重启合适，反来住为浅黄，另外2个则是浅粉红以及金黄色。四大公投决战周六，蓝绿登山，各自努力。记者张兆鹏、陈怡蓉台北报道。